Hello， 阿多尔你好，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。我看到你也在反核，我想请问你，你为什么想要反核呢？我觉得台湾有核电不安全，太过地震，真不安全。那你是住在台湾吗？对，在宜兰县。你住在宜兰？对。你来台湾多久了？13年多。13年多了。哦，那你也觉得这个核能不好？对对，不可以再有那个福岛，不可以再有福岛的核灾了。对 对。哦，好。那你今天是自己来的吗？还是跟其他团体来？我老婆来。你陪老婆来？啊、哦，是太好了。所以你是台湾的女婿？对。是老婆要来，所以你陪她来。对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。好。